这样子的爆炸范围好像不够高，没有办法它全部。好，有了，这样就炸了。这上面也可以放，然后这边、这边、这边，我们都不要停啊、哦，疯狂放，完全不要停。看一下这样究竟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个所有的地板全部都炸掉呢？而且它连接在一起应该比较好炸吧。嗨，我是尼亚斯，今晚我们麦块晋级的 TNT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如果大家喜欢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、加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。那么影片就准备开始吧 ，Let's go。好，那么今天玩的这个晋级的 TNT， 它的游玩方式呢，其实蛮简单的、哦，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当个小屁孩，把人家的家全部炸烂，炸个精光，把他家完全夷平。然后我们不能用任何的方块，只能用 TNT 去进行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开始进入游戏，开始游玩哦 ，Let's go。好，那么现在准备进入地图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进到地图了，然后它会给我们2分45秒，会给我们4种的 TNT 吧。这种好像是一个最大的 TNT， 然后哦，这是那个哎，掠夺者的那个塔，这个我感觉要从楼上开始炸，然后用第二种 TNT， 我记得它会循序渐进的，疯狂的炸，它会散开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会散开乱炸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爆炸范围好像不够高，没有办法它全部。好，有了，这样就炸了。然后再如果在空中的这种，要用这种彩色的 TNT 去把它飞过去炸掉、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就继续用这种扩散的 TNT 来把这边移平吧，这样应该可以。连草地也要炸掉哦。OK， 我有。然后蓝色的这个 TNT， 我不确定它是什么类型的、哦。哦，它是会炸2次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就用蓝色的去把它炸掉好了，然后这个放这里。差一个，可惜。然后再来这边的部分，我们用啊，我们先把它炸下去一点好了，这边也放，然后这边高的位置也都放一下，我们跳上来，多放几颗，放3颗，然后还有这上面，use it。还是 use it， 用它。这边还有好多、哦，我这一次会不会过关啊？不确定。来，继续放。哦，有差一颗，这个我们用这个好了，它炸的比较少，然后再用蓝色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个，直接把它移过去。啊，还有一颗，这个好像都不能用手挖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在爆炸之前打掉、欸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用手挖泥土。不行。好。然后我们再来放蓝色的。简单来讲，这个游戏就是我要想办法在有限的 TNT 的数量，把这个区域全部移平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全部炸过一遍，这样子啊，没有炸到，我还杀14个。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有点，可以，不要掉下去，可以 ，nice。然后这个把它弄上去，这样应该就炸平了吧？有了，还有，等一下，还有这个尴尬的，这样子有吗？这样子好像有，可以，炸掉 ，nice， 过关了，剩20秒过关，好惊险哦，我的天哪！然后我们就是在一个 TNT 里面去进行这个游戏哦。好，那大家觉得这个游戏怎么样啊？就是觉得好不好玩？如果觉得好玩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或按个赞让我知道，这样我们之后也可以再拍更多这种类型的小游戏哦。那我这边决定呢，我要再玩一场哦。好，那么进入游戏，我们看能不能挑战。哇，这只是地狱地形哎，还有床哎，睡床会不会炸掉？等一下，我试一下。他不让我睡床，他不能在地狱爆炸啊！对了，他这应该算是主世界。那我们先从哇，这个在楼上，我要怎么炸、啊？我直接这样子都把它弄上去一个 TNT 看看，这样炸不炸得了？哦，可以，这个 TNT 的爆炸范围其实算是广的，所以还可以接受啊。那我们再来摆一个，我想一下，这里吧，这里也要摆上去，因为这个树比较高，还有这个荧光石的部分，我们都要炸掉，让它空中不要有东西，不然会很麻烦。还有这个树，哦，上面有荧光石哎，它这一次这个比较机车一点。然后这边还有，然后这边上面也用一下。OK， 这样子都炸掉了，空中的都炸掉了。还有这个，这个也炸一下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呢，可以用
比较大颗的 TNT， 我们来炸这个地狱格达的部分哦。这边应该可以炸超大一块，哇、哦，超酷！然后这边我们用黄色的把它给炸松散的地方，这样应该也可以把这边炸平。哦，有了有了，那边也炸平了。然后再来这边，还有这边这边，我们快速速战速决好不好？哎呦，我自己也被炸飞了。我好像小屁孩在这边炸，应该快炸完了啦。哎，剩两个，剩两个，剩两个。还有这边，哎呦，我被炸飞了，而且我不会被摔死，没了吧？没了，对不对？有了，有了，1分15秒，我们进步了55秒，哎，超赞哎！好，我想要再玩最后一次哦，我们就玩个三场这样子，地图应该都会不一样。我想尝试一下这一次有完全都不要停，一直疯狂放 TNT， 不要思考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清空哦。那我们就直接再开始这一场。好的，我们再次进入了游戏哦。这张地图是我私底下试玩的时候遇到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开始放，然后疯狂放这个分散的，这上面也可以放，然后这边、这边、这边，我们都不要停哦，疯狂放。完全不要停，看一下这样究竟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个所有的地板全部都炸掉呢？而且它连接在一起应该比较好炸吧？啊，这边这边还有还有，等等停，我停了，逼不得已，因为它这边东西都在上面，对，所以我们疯狂的按，然后疯狂的丢，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再放一个，然后这边也要再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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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应该可以吧？那个也炸掉了，然后这边也炸掉，这个也炸掉了，没了，耶、yeah, ！2分钟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一块没有，哦，他那是 bug 吗？哎、欸，2分钟、欸，哎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刚刚2分钟，剩2分钟玩完嘛？那我想看一下，就是他总共几分钟？2分45秒嘛？我想重新确认一次，我进去看一下、哦，他总共是2分45秒啦，所以我们只花45秒的时间就把这边都炸掉了、欸，就整个地图啦，然后我们又回到了第一张地图，对，我们可以稍微欣赏一下地图的长相啦，对对对，它这个就是掠夺者的那个掠夺塔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就是跟一般掠夺塔一样，有几个入口，然后有楼梯这样。然后屋顶的部分，它这边是没有放箱。哎，我顺便看一下，我是穿什么服装？我进来会穿这个是什么防爆服？是不是代表说我不会扣血？超级酷哎，这太酷了吧！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大家喜欢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。平日晚上6点发片，假日早上11点，有兴趣记得准时收看我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